晨光者与晨若云设计师秉持着设计能带给人们对美好事物感动的理念，以人性为出发点，将艺术带入生活的空间，让美感能在心灵发芽茁壮，提升生活的质感。利用弹簧床的支架区隔出玄关，让屋主在弹簧上摆放自己的珍藏品，也化解了进门建造的风水问题。客厅透过轻玻璃与铁件一材质的搭配，呈现空间层次感，也营造出犹如玻璃屋的感受。厨房大落地窗搭配上些许花砖，点缀出南欧风情，延续了屋主过去的异国生活。运用红砖墙营造北美风情，让屋主享受旅居国外时的居家氛围。利用一间房间大小打造卫浴空间，让屋主在沐浴时放松身心，幽静地享受生活，完成屋主心中对于卫浴空间的一大期待。晨光者与陈若云认为，设计的初衷就是带给屋主全新的生活感受，将设计融入居住者最稀松平常的生活习惯，提升生活享受的品质，让家成为最温暖厚实的堡垒。